回到部落的妇女呢，事实上就需要有一个重新凝聚的一个过程。那她透过编织的方式啊，把这个部落妇女呢连结起来啊，用南岛作为参考坐标啊，重新讲我们自己的故事啊，讲我们的未来。泽清邀请您收看《展览见识南岛》，透过知识来游历南岛，看见台湾。